中国军机歼十一歼十穿越海峡中线挑衅报复，蔡英文接见美国卫生部长。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十日上午入总统府觐见总统蔡英文。在此同时，空军司令部稍早证实，中共空军所属歼十一歼十型机本日上午九时许陆续短暂逾越海峡中线，我空军除以地面防空飞弹全程监控外，并于第一时间广播告警，运用空中侦巡兵力强势驱离。